那零星的小鱼。唉，枯水期到了，没水了，有一堆垃圾，那车底也蛮多的。河道足足变窄了，那边也变浅了。溪水清澈，都是车底，然后来踩一些好了。石冰啊，很多小鱼，不错，鱼还在。我是石冰呢，不是卷哦。这边很不错，适合泡水，好多鱼群。来这边钓，垃圾要带走啊。很漂亮哎，可是很滑，小心哦，很滑。哇，超级漂亮的阿福应该超爱的，又嫩又脆。哎呀，待会来踩一些，来踩一些。当然不是只有钓阿福啊，它其实还可以钓鱼很多，对不对？那鲤鱼有一只啊，卷仔很爱啊。OK， 我这溪水很清澈，我要往上啊，水变浅很多，不过环境还 OK 啊，这里就有卷仔了。那个石头下面好多只。来设两门陷阱，再一样勾蚯蚓，蚯蚓比较耐咬，然后用 PE 线，线埋入水中。好，待会钓完再下来看看。上次钓好到这边，小卷仔，石冰，溪鱼，这脚呢？我刚。这有人从这边钓过，
石滨群。标准红猫，漂亮啊！哦，那一枝花。这个母的。这么大只就可以把它吃掉啊！真金，真金丝，这都是马口，马口。哦，鳖的，啊，小鳖。马口，马口很多了。嗯，那它都躲在底下啊。好，这尾毒狗毒太深了，被咬伤了，你看。它被咬伤了 ，OK 了。看到天敌，代表枯水期的到了。也许在下雨，说不定。喝水果。这都拿一枝花先来咬。小鱼很多。小山溪的好伙伴，蛮健康的。这石冰哦，怎么样？很肥呀、啊。
小湖滨。这种石缝是最棒的，鱼都可以躲。可是现在这个台湾这个现在不多了。光是有个钓，说这上面有一只，应该上面那一只。这个应该也躲石冰了，转弯那一次，落水也要多。啊，对啊，喂。哎，哟。带你去河边，鸡哥看起来 OK， 要生产哦。
这个黄柑啊，哎，不是哦，黄姜黏呢。哇，西游，西游黄姜黏，底下有须须小须须小枝的。好了，拜拜。大西哥躲在这里，要生小 baby， 加油加油！上面那有一大只，是被改建的，被吓了。这都是乱垃圾，这一定是钓鱼的啊！你看，乱丢垃圾。好吧，今天的钓友就到结束了，放棍是没中了，有机会再放吧，碰碰运气的。好，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